救命。翻身了以后，我指定把你赎回来。毕竟这些年的感情搁这放着呢，对不对？那没毛病。我要不是为了那 AK 的皮肤，我真的我不至于把你卖了。哎，明白呀，都哥们。要得到女孩子芳心，一定要靠眼神看着我。确认过眼神，不帮你了。好好好。